兄弟啊，对方都打到家门口了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，是整个公司的事。你打算怎么做？？没交税。 我是你的礼物，女朋友已经付钱了，不要吗？进去多久了？12年了。这么久？你做什么坏事啊？就开枪啊。感觉开枪很刺激耶，不然下次你带我去看一看。有机会吧。一支枪要多少钱啊？你买枪要干嘛？撑不下去的时候，给自己一枪啊。你做经济不是做得好好的吗？怎么说不做就不做了？为了女朋友。几点回来？事情办完就回来啦。你妈在催了啦，我陪大哥就好了。你不要继续混了好吗？欠大哥总要还吧。我保证，这真的是最后一次了。你已经讲了很多次，都是一样的话。我为什么要跟他一样啊？他做酒店又不是我做酒店。你就不能像他一样体谅做兄弟的苦衷吗？那我就跟他一样，等你去坐牢，嫁给别人，生别人小孩，这样你满意吗？兄弟啊，我欠你的。我都记得。我跟大哥谈完事情就回来了。答应我，这是最后一次让我担心你。等我回来。